听到这个名字又杀心了。没错，我就是你的黑粉。王小姐，王小姐，这不问一下劳务和报酬吗？我们应该好好商量商量如何整蛊。你干嘛？太幼稚了，韩静，解开！喂，干什么？放船！你做人还真是好傻。这不是黑粉小姐，不要再利用我了。不光贺准性格阴暗面，外行上几件扔吗你？没骗我，只是小人。你怎么了？怎么那么关心他呀？刘丽像我的样子，赚你钱的我非常喜欢。你做得很好。